叶嘉琪设计师重整男女屋主需求，以新中式风格发想，巧妙融现代色彩于设计之中，替空间拿捏恰到好处的视觉美感。玄关以浅木色调铺陈，一旁拉门隐藏了大量斜物置放空间，为生活增添便利性，也使进门场域更为畅通。客厅利用天花线条将十字大梁融为造型环节，为公领域注入视觉层次，并以温润奶茶色衬托出软件家具的优雅贵气。开放餐厨串联公共空间，以材质修饰结构柱体，形塑独一无二的居家框景。餐厅艺术展示柜墙则隐藏门片，净化视觉美感。主卧以沉稳灰调提私领域，萎缩宛如饭店般质感。叶嘉琪设计师智慧化解梁柱问题，替居家找出合乎条件与使用者需求的梦想风格。